的，所以我这次要出席，我真的蛮忐忑的。然后，马来西亚今天有。但是忐忑之余，是不是这次对自己的外形非常的充满信心？我觉得内外都有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往一个目标在追求中，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才是真实的自己？那找半天你好像卡关，那其实反而在这种时候出现一个爆，一个很大的冲击的时候，你会借由那个冲击，你休息很久也好，你自我怀疑也好，当你停住了、停过了，重新再出发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焕然一新，然后会有些新发现。我觉得我是处于这个状态，所以其实。也没有刻意觉得自己哪里变美，应该是说，哎，那我真的跟大家讲，留就是出道以来最长的头发，真的好处多多，就是各种造型可以变化。以前可能头发长度跟你差不多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好朋友还会开玩笑说，就是吴秉洛啦，吴大叔先生，就是你就是个帅气，还有说。但我有少女心，就是会被定型。那些哎，你还没出来呢？7月26号，我知道。对，我有吓到。很受礼貌。我本来还在苦，因为我是一个是很害羞的私下，就不好麻烦别人帮忙。可我这两年就是没有工作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我就是最忙的在帮艺人的录 IG 跟转发，所以这些债我都有。但是很多那个艺人朋友让我很感动的是。我只是试出那个 teaser 30秒，他们就直接 IG 啊、Facebook 都直接帮我转发，然后有些人还写他们看到的我啊怎么样，就是很感动，可是半夜都在哭。这次音乐风格跟之前有一种熟成的感觉，虽然说大家对这两个字可能不会有太直接的连接，但是其实就是一种，比如说我们说人生到20岁的时候，到30岁的时候，中年危机的时候。我这张专辑里面大概经历了中年危机、事业危机的感觉，是真的有。因为，有的时候你，好讲直接点，就是比如说换公司，你心里面一定会有期待的目标。可是其实每件事情就是，人生不会都在你的计划里面，所以其实很多，比如说我去试镜啊，我去试不上啊，然后或者是。亲人去世啊，再甚至可能，连校园的数量好像都没那么多。我觉得是锐减，但是没有原因，真的没有原因，可能经济不好，这些就是会造成的。那但是当你克服了这些自我怀疑，因为他们这些东西不会决定你自己的价值。克服之后，然后你重新找回那个其实你觉得真实的。爆红之后，其实基本上没有担心过，我会不会哪一天其实没有活动可以唱，或者是什么？可是这个跟公司无关，是跟你自己对自己的不安，还有对未来的不安。这两年，就是亲人去世的那些时候，你会觉得还是就去种田什么的，因为好像重要的是，好像要让自己开心一点，不然好像都快生病。但这些忧虑啊担心是不是也转化成一些创作养分，因为刚刚提到说这次自己创作。对，其实有一首有在去年的演唱会唱，然后这次专辑里面放了2首我的创作，基本上都是我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或者是我内心最，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过的那一面，就是非常有深度的。我是真的觉得就像之后会有一个听歌会，那时候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，但是总之这两首创作就是，如果你们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访问啊什么认识了曾沛慈，那两首里面的曾沛慈是大家都看过，其实他们很他们的作品非常有保证，那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合作过程当中会是被磨啊，然后甚至是误入到会觉得我怎么那么不会唱歌，我找不到老师要我唱的那个声音，然后那个就跑去厕所反
练臂，然后同时下在转。我没有任何办法，就是怎么练，然后那个声音已经哑了，那我还是挤不出那个声音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啊。我就只是讲一句话说，哦，拜托帮助我吧，然后再回去录音室。打动声音这么难？因为这次的十首歌里面，其实大概我觉得三分之一都是我没有挑战过的曲式，其中有一首是那个 Star Chain 老师的，那他就是。那是比较轻快的歌嘛，舞曲啊，所以其实会要一些很特殊的声音。那我那时候就是挤不出来，后来才好。本来以为那首歌大概要破我录一个最长的记录，后来不敢。然后打表演。可以看你们要用什么方式。好了，期待你之后。那最近照片都漂亮，真的没有懂。真的觉得我漂亮吗？有啊。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真。